石小姐，老朋友了，我们不久前刚在裁缝铺见过。魏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搅你了，的确有点事儿需要石小姐来配合调查一下。今天太晚了，下一次吧。对不起，石小姐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。 我是来干什么的？魏先生，你这样不请自来，我很不方便。我不是来做客的，石小姐，就不跟你假客气了啊。石小姐身为法租界工董局的警务人员。 应该不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安琪啤酒公司是干什么的吧？如果你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可以到工董局找我谈。不好意思，也不完全是公事。茨维塔耶娃，我和石小姐算是相识甚早啊。 早在孟家的凶杀案的时候，我俩就有交道，可谓是缘分不浅。请把我接一下重要巡捕房。不好意思，石小姐，紫金裁缝铺的季太太已经被我们逮捕。 我怎么看你？就因为我在那儿做过衣服，所以我也有嫌疑。哎，这件也是季太太做的？ 走，带我去楼下，看看你的车去。我的车有什么问题？去看看不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吗？ 太清楚你们抓共产党的时候是什么德行，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。石小姐，在抓共产党的问题上，你们工董局和我们复兴社是一致，所以你不会拒绝配合我的。下楼。 要不要把所有的门都给你打开？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，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。我一想啊，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，而石小姐又恰好跟我们抓的共产党季太太有来往，职责所在，我必须来确认一下。那希望你回去交差的时候告诉特务处其他人，不要再来打扰。别生气啊，石小姐，要不改天你有空我请你喝啤酒赔罪啊。我很喜欢看星星，刚来上海那会儿，我没事经常趴在我家窗户边看星星。海上训练的时候，我会躺在甲板上看很久。海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？对，群星闪耀。那你知道最亮的是哪颗星吗？天狼星。就是那颗，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，沿着猎户座的腰带就能找到它。我躺在甲板上，看到午夜后的几个小时，它从东南方升起，凌晨时到了南方，尤其是冬天这几个月的黎明时分，它会在天上发出耀眼的白光。在古埃及，人们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的洪灾；在古希腊，人们用它来标记夏季的三伏天；在南半球，波利尼西亚人用天狼星来标记冬天。我听说，人们在大洋上航行，航行几天几夜，都只能看得见水，没有地标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，或者要去向哪里。那个时候，人们就会仰望星空，因为星星会指明方向。其实现在也是如此，敌人可以干扰机械探测仪，可以破坏罗盘和天文钟，但他们不能摧毁星辰。你们看那些星星，有的暗了下去，有的又亮了起来。比起最亮的那颗星，我更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群星闪耀。民国25年冬，南京国民政府以威恨民国罪
在上海逮捕了沈君如等七名救国会领袖，史称七君子事件。此事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慨，在随后的几周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，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也因此次事件凝聚了起来。在如此背景之下，上海警方与日本军方勾结走私军需品一事也被救国会一并爆出。出大事了！现在外面全是找你的记者，找我？是，找我干什么？说是要采访。那个姓王的记者昨天在国泰大剧院把您和谭副局长的事全都抖出来，特别是您，说被绑架是您指使的，还说走私也跟您有关系。胡说八道！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现在全部都在问这件事儿。赶走，全部赶走。这。愣着干什么？赶走！是。昨天国泰大剧院怎么回事？本以为只是个剧作家影迷见面会，没人在意，可没想到那个姓彭的记者突然冒了出来，在剧院大放厥词。他还带去了十几个报界的同行。我也刚刚查明，那个剧作家原来是个左翼分子，所以我怀疑这背后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在暗中谋划。我现在只关心出港许可证的问题，明天那辆车货就要到十六铺码头了，发生这种事，许可证没问题吧？您放心，江海关吉斯科的高科长答应过我，许可证一定能按时发下来。唐副局长，对我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船货能不能运到长崎港的问题，而是这条供应链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问题。这件事关系到陆军省的布局，也关系到唐副局长你的前途。我明白，这事儿我一定亲自督办。确保您的货准时上船。华先生是吗？您电话。喂。冯科长，冯科长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我找副局长有急事儿。谭副局长特意交代过，冯科长。副局长，龙记者的事您听说了吧？他现在跳出来说我绑架谋杀，还涉嫌走私。我只是在中间帮您取东西送东西，这怎么能是走私呢？您是知道的呀。慌什么？现在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朝我要说法的记者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把记者抓回来，安排人看住救国会的人，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！
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啊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先回家避避风头。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就是先停你的职。停职？没错，对外就说你在接受调查。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，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，就冲着我来。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，他们能放过我吗？我把我的爱将都已经停职查办了，他们还想怎么样？你放心，停职就几天的事儿，主要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。我跟李静先生啊，都已经说好了，等风头过去了，声誉造就，你呀，很快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。我来给你换。明天吴松矿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，这是蓝杰寻物完好最后的机会，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。按照他们的老规矩，通行证和货单都会交到冯广云手上。到时候一早，我去跟着冯广云，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两个东西给拿回来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嘛？我自己去。这是命令。还命令呢？你现在还是我队长吗？我现在还是你的队员吗？我确实不是你的队长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同志了。你说什么？上级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。都是批准他的入党申请吗？对，批准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其中一员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真的，真的，组织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，我的代号是037。从今以后，由我直接和你联系。老师，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？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。苟利社稷，死生与之志。我想成为像邓明远先生一样的人。我们必将成为像邓明远先生那样的人。愿你终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选择。
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吃完饭你先回去吧。什么？我说吃完饭你先回家吧。不行，明天我必须跟你们一起行动。之前冯广云想对你们动手，要是这一次他还是根本都不配合，直接对你们下杀手怎么办？所以才让你先回家，这是你的任务。我的任务是回家吗？你不是想成为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？那就得先学会服从安排。可是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而不是这时候一个人逃走。我明白，但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行动。如果这是打仗的话，我们是去前线，而你镇守后方，这是策略。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，你可以随时的来援助我们，明白吗？而且明明，从三阳水产到这里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，家里人没有你的消息，他们已经急坏了。你不解决好家里的事儿，怎么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呢？听陈浩的，吃完饭我先送你回去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。再说，还有小美生呢。你先回去，好好休息，报个平安。我们执行完任务，第一时间跟你会合。好，那我先回家，我让爸爸准备好吃的菜，还有你喜欢的菜泡饭，等你们回来。队长，这是不是就叫做胜利会师？对。胜利会师。吃饭吧。爸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今天吃什么好吃的？啊，哟，西葫芦。哎，这个也好，来，五成半。姐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这饭您吃得下去啊？一点都不咸。不是爸，姐上次出警被伤成那样，您不让她当警察是对的。但是现在四所没了，她还整天跟着陈浩他们在一起，陈浩现在全城通缉，你就不怕姐出事吗？吃饭，吃饭。烧得好。
那个爸，你先吃，我去透口气儿。赶紧吃啊，别凉了。敏敏，爸，爸，敏敏回来了吧？姐，受伤没有啊？啊？你受伤没有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来？有没有哪里受伤了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我没事。你再不回来，我把你床都掀了，什么都不说。不是你去哪儿了？我哪吃得下饭啊？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？爸天天在门口等着你。爸，明明回来了吗？爸，姐回来了。姐，快救我！不错，生气了，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？我这段时间就是跟陈队长还有向远生一起出去玩了一趟，他们带我去的郊外，把我照顾得特别特别好，我们一起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我又让你们担心了。你不用说，我都能猜到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。受伤之后，爸爸是很气愤，但是爸爸更多的是害怕。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你要知道，天祥，你还有晴晴，你们三个是爸爸的一切。还记得你受伤之后跟我说的话吗？记得。我跟爸爸说，我一定会记住爸爸的话。爸爸告诉我，如果我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，就没有能力保护好别人。你现在有能力吗？
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去保护好别人，可是这些天我学到了很多，也思考了很多，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。我以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好好的生活，但后来我发现好好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十足的快乐和开心。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。爸爸，这些天我从陈队长、向远生还有一些新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，那就是为他人奉献。爸爸，他们带着我每一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我看到他们真的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的一切。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，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爸爸，我问过队长，队长跟我说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我想，我也要向他们学习，可以为了理想奉献自己的一切。我也想像他们一样，成为有信仰的人。夜幕会太长，满天散落的星辉，午夜把彼此路照亮，每颗心都无恙，
会太长。明天拿到证据，送哪儿啊？就送回这儿。刘仁金，再由他送到报社，报社每天下午一点定版印刷。总之想赶在明天晚报上曝光证据，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，把他送回来。好，明天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只管把证据拿回来，我们在这里会合。明天我们两个人，两城镇，一定都会回到这儿。上面发下来的停职通知，需要您签字儿。我也没有办法。这只是暂时的，为了堵住那帮记者的嘴。是，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。是，别紧张。还有，你跟兄弟们说，注意点，别在外边瞎说。明白？明白，哥，我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。我警员证好像落车里了，你帮我看一眼。啊，都别看了，散了。不该问的话别问，东西放着就行了。您怎么来了呀？把通行证给我。叫你一声冯哥，是给你之前的情分。怎么，没穿警服呢？你说你也不是冯科长了，我自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。你还说我像条狗一样，其实最大的狗那就是你。
又怎会期盼闪耀的星，藏些许微光人间流浪，写温柔的诗清风吟唱，满天散落的星辉，午夜把彼此路照亮，啊，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也不会太长，他走过彷徨前往远方，他踏着月光寻找方向，风吹散孤单又吹来无常，夜终将过去，黎明又明朗，满天散落的星辉，午夜把彼此路照亮，爱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也不会太长，别怕也不会太长。